老三，你看我给你找个活不错吧？你不错什么呀？我学了2年的挖掘机，你居然让我在这炸薯条，而且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再炸薯条了，我要换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。那行，我给你换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放进去。大哥，你太小瞧我了，我是给你吹，干这活我都不用睁眼，你看好了啊。进去。哎，干了一大圈，可算是找到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。大哥，你看好了啊。看到没，这在我们学校那都是基本功。哎呦，老三，这个居然还是基本功。那行，我再给你换一个工作。嘿嘿，可算是找到一个放飞自我的工作了。说真的，我从小就有一个开飞机的梦，真的没想到，嘿嘿，居然还实现了。不是老三，那可是老板的车。老板的车怎么了？他都拖欠我3个月工资了。我让你拖欠工资，我让你拖欠工资，惹我挖掘机，我把你压成稀。